你真的是我们全家的骄傲，但这时候老天跟我们开了一个玩笑，生活作息最正常、不烟不酒的你，却得了直肠癌。你勇敢面对，在我面前装没事，不想让我们担心。前前后后，总共做了70几次化疗，开了50次的刀。二姐，你真的辛苦了。弟弟答应你的事，一定会做到。谢谢你今生成为我的姐姐，下辈子我们一定还要再当一家人。我们大家都好爱你。谢谢。琪琪的女儿乐乐，前几天梦到了妈妈，梦到了琪琪。她说，妈妈穿了好漂亮那个白色的衣服，然后很灿烂的在对乐乐微笑，走进一个大光中。对，我们会再见面。请苏丽颖走到了火车，谢谢。